哎，不行啊，你要去看医生啊！你还好吗？转简单，不能再这样，真会想跟他见面啦。你说 Jack 哦，这样有损我在他面前的玉女形象哎。那待会我会先帮你做内诊和触诊，可以让实习医师他们进来做见习吗？学姐，我们可以进去吗？请看实习医师豆格由娘家益生菌冠名赞助。